家好，我是淮森国中教练何淑清。其实一开始就教他们要把防守做好，跑位篮板做好，因为他们的篮板球冲墙很凶猛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叮咛这一块。可是球员做的不够，因为他们真的勇气不太够，他们比较怕肢体冲撞，所以他们对这个都比较缺乏信心。我就不断一直提醒他们要有勇气，你们一定做得到。我是淮森国中的控球陈千宇，我自己的节奏掌控就是比较，就是做的比较不好，就是自己有点太慌张了，所以处理球都没有处理得很好，就是叫我不要急，要看清楚，要去判断。打进冠军赛很开心，然后就是自己没有表现好，有点自责。大家好，我是淮森国中叶志彤。就是呢，今天在打球的时候可能有点太急躁了，团队一开始有点太紧张了，然后到最后还好，大家有就是变回原来的样子，然后大家也更团结，就是把防守做好。然后我跟队友说，我们要先把防守做好，才能有进攻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大家要更努力的把防守还有卡位篮板那些东西做好。就是我们一定拿冠军，是我们一起加油，我们一定要在淮森留下，再留下来做锦旗，全力以赴，加油！